养对国家忠诚、责任、荣誉及伦理等核心价值具有悠久历史的陆军官校，近年来结合军事教育改革，以前瞻规划和软硬体设施精进，成为我国国内最具军事特色的文武教育殿堂，为培育国家优秀人才贡献良多。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创立，建校初期仅有五百支步枪，但黄埔子弟凭借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的志节，从东征、北伐、剿共、抗战、勘乱等阶段，一直到固宁头、大二胆及八二三炮战等战役，期间的高阶将领到基层干部，几乎都是由黄埔培育出来的优秀军官。他们不仅在抗战时期带领中华民国历经八年的浴血苦战取得胜利，也在拨迁来台后屡屡重挫中共进犯的野心，奠定中华民国民主繁荣的基础与成就。位于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具备八个大学学系课程，与军种兵科特色与未来建军备战需求相结合，充实学生专业基本知识与军事应用层面。例如在政治学系，涵括国际关系课程；管理学系则强化系统分析整合；电机、机械、资讯等科系则以通信、车辆工程、通资作战为主，让学生学以致用。同时积极鼓励讲师在职进修，加强学术著作发表，以提升学术研究成果及风气。我们的科目有除了国际关系，然后还有我们的军队与社会，就是相关对于一个初阶的干部而言，这些社会人文背景是必要的。因为像我们学校全部都是理工科系，那目前就只有政治系是社会学系，那对于学校的这些社会科学的人才的培养或者是教育，就由我们政治系作为一个基础这样子。那除了我们曾经跟台大、政大、成大，那还有一些南部的院校，就是政治相关学系的院校做交流外，那我们也有跟外面的大学，就是我们去做体育竞赛交流，像我们刚拿到了大正杯篮球的冠军。我们刚通过了教育部的系所评鉴，第二阶段系所评鉴，当然就是慢慢的逐渐去加强我们的硬体设备，然后让我们学生的学习环境能够更为完善。我认为军校的生跟一般的大学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能比起外面的大学生还要更落落大方的去跟别人做交谈，还有就是甚至在很多人面前做演讲。我认为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上面，就是我们要学习担任一个指挥者啊，指挥者是要在部队前面去发号施令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也是熟能生巧，就是在每一次的练习之后，然后而培养出来的自信。我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乌豪哥，我的原本名字是 Frank。我来中华民国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那么快就适应，因为这边的人还蛮热情，我们都不会感觉很孤单，因为不管学校的军官啊、老师啊、我们同学一直带我们，不会让我们感觉很孤单，所以我到这边适应没有很难，就很快就适应。感谢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也希望毕业以后可以保持跟他们联络，然后有机会可能会再来中华民国找他们，他们也会欢迎他们来我们国家来参观。我们工厂实习是四年级上学期的学生来修这门课。为什么要有这门课？主要是他在一二三年级的时候，还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基础课程了解之后，然后透过这个工厂实习的一个实作的一个课程，让他的一些相关学习上的理论可以跟实际上的一些实作来做相结合。
就我们机械系的课程设计来讲，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期共同必修的车辆工程。而这门课的部分，其实我们也结合了当今的一些相关装备，包含我们的悍马车。我们会在课程设计上去让学生了解一些相关车辆的运作原理，乃至于在平时操作的时候会让他们去，比方说拆拆轮胎啊，针对各悍马车的零件资源啊，去了解它相关的一些功能，使这些学生到了部队当中接触到这些相关装备的时候，他不至于会产生陌生的一个感觉。一来他也透过这个课程上的一些理解，他可以对整个车辆的一些原理有基础的一个认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之前在部队的经验以及遇到困难解决方法，那对我们之后下部队的时候如果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非常有所注意。今年适逢陆军官校93年校庆，为了让国人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意义，举光日电视制作小组特别记录校庆当日活动盛况，借以展现黄埔子弟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情操，与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接下来，我们透过镜头带领观众前往欣赏系列活动的精彩实况。陆军官校93周年校庆典礼日前由陆军司令王信龙上将亲临陆军官校主持，所属学生部队以壮盛的军容与高昂士气接受王司令教阅。在阅兵式及分列式操演方面，是由学员生指挥部编成演习连队，陆军司令王上将登上阅兵车后教阅学生部队。随后由军乐队校旗队实习营部学生连队等单位组成的部队进行分列式操演，以严整的步伐与精神通过司令台向大阅官以及返校共聚一堂的黄埔前辈们行礼致敬，充分展现训练的成果。其中最吸睛的女生连以整齐步伐通过阅兵台，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指挥整个学校的阅兵部队，然后来做阅兵式以及分列式。对，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然后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一定是会非常紧张，因为在那个第一次担任这样子的就是指挥的角色，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紧张，但是随着不断的练习，就是紧张感就会消失了，因为我认为熟能生巧，每一次的练习都会有每一次的进步。所以我其实到现在就是已经是完全不会紧张的状态。是在军校的这4年不断陪伴着我们的就是身边的同学们，陆军官校的小训亲爱精诚，这4年若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互相扶持，也不能成就今日的我。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希望我们能够再次遇到彼此，互相扶持，发挥亲爱精诚校训的真谛。王司令训练接受教阅的学生部队时，高度肯定军校生勤训好学、勇文勇武的表现，期勉未来的国军新血轮永葆初衷，为承继黄埔的精神与荣光持续奋发努力。期许同学们要以身为军人为荣，能为国家牺牲为傲。无论时空如何更迭，环境如何的变化，都要永葆初衷，坚定当初进入陆军官校的壮阔情怀和理想，同时信守军人武德的精神及核心价值，并以治大体、护大局、明大义的决心，面对未来各种严峻的环境，培养勇于认识的决心，成为一位让自己满意、长官肯定、部属尊敬的领导者。
午间的校庆参会，王司令也协同活动来宾、全校干部与师生会餐，共同切蛋糕庆生，祝贺陆军官校生日快乐，气氛热闹温馨。我们军校的学生要看重自己的荣誉，怎么样看重荣誉？要尊重传统。你知道黄埔军校大门是什么意思吗？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这个大门对我们意义重大，所以我们要保持陆军官校的传统，贪生怕死的不要来，升官发财的不来，让我们的社会风气、国家意志、军人荣誉、军人的责任得以再度发挥。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母校陆军官校已经整整50年了，今天非常荣幸，陆军司令跟校长请我们回来，我们感觉到心里非常的高兴，也看到学校不论在硬体跟软体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更看到我们的后期的学弟们非常的优秀，也感觉到我们黄埔同学长江后浪推前浪，也看到他们能够继续的传承我们的黄埔精神，能够为我们国军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捍卫我们的国家，能维护我们人民的安全。校庆活动中，陆军官校也在中正堂规划包括摄影、绘画、微电影等学生作品展，以及各科系教学成果。同时，为了庆贺黄埔93周年校庆，由国内超马纪录保持人邹双喜号召举办的黄埔传爱接力路跑活动，也透过团队精神与坚决毅力，以连续4天接力方式，自中正纪念堂出发，前往终点站陆军官校，完成426公里距离长跑，借以象征传承黄埔精神，进而凝聚袍泽之情。适逢我们陆军官校93周年的校庆，那黄埔校庆是同根同源的，那在一个退伍军人立场，我想我们用一个比较健康正向跟阳光的方式来庆祝母校的生日。我号召了几位路跑界喜欢跑超马的朋友，然后呢也集结了一些热心的伙伴们我们策划了这么一个活动。超感动的，谢谢谢谢谢谢母校，祝福陆军官校93周年校庆校运昌隆，赞，谢谢。黄埔精神所缔造的光荣历史，已成就国军无上的尊严与荣耀。在黄埔建军93周年的此刻，全体官兵应当体认尽忠职守军人价值的重要性，秉承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的信念，培养军人气节，建立保国为民的神圣职责。